嗨，大家好！今天阁继续来介绍甲飞行机吼，即、這个飞行内底时阵有关系的名词吼、哦。第一个，咱来介绍即个飞行员吼、哦，就是即个飞行机的驾驶吼。飞行员啊，伫个即个英文叫做 pilot，pilot，P-I-L-O-T 吼、哦，伊有两个音节吼、哦、，pi，pi，lot。L-O-T 哦 ，pilot 哦，两个音节哦。啊，第二个，咱来介绍这个啊，这个空服员哦，就空中的这个服务员哦。空服员的英文是两字倒做会哦，叫做 flight 哦 ，flight 是飞行 ，F-L-I-G-H-T 哦 ，F-L-I-G-H-T 哦。Flight， 好、哦，啊，这个第二字爱加了就是 attendant， 好、哦、，attendant 就是服务员 ，attendant，a t t e n d a n t， 好、哦、，attendant， 好、哦，啊，到最后叫做 fly attendant， 好、哦，就是空服员，哈、哦，就是空中休假还是空中少爷，哈、哦。Fly attendant， 好，安尼今日到这，感谢。